暑假到了呢，孩子们也放假了，那动画片又到了占领这个影院半壁江山的时候了。而在这个动画片盛行的当口呢，明星参与动画配音也是同样颇受关注的。是，就比如说像电影《疯狂原神》当中，我们就听到了黄晓明和梁家辉的声音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现在有一个人也要配音了。谁啊？这个人呢，平时唱歌呢，我们就说他这个歌词我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。我知道了。但是他要配音了，一起去关注一下。师傅在上，授徒二一半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起来吧。这句哎呦不错哦，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呢？没错，眼前的动画角色正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配音，而向来酷酷的周董怎么会为动画配小音呢？那算了，不提这事。玲珑子7月11日与维斯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新片《天台》，怎么样呢？维斯有抢到票哦。嗯，维斯不就是周杰伦吗？好吧，原来是为了替新片《天台》做宣传，周董才会为动画献声。不过别认为只有周董一个人爱凑热闹，在如今的娱乐圈中，为动画配音早被明星们看作是另一种自我宣传的途径。无论是美国、日本还是中国，明星配音都已经成为了未来动画片发展的一个大方向。